可以排队吗？可以啊。志廷哥应该也快灌高了哦。哎，不对，你没了，我都还没电了。你要放给他们玩那个三井，他们都不拿。太早上灌高就拿起来痛。拿个机油来打好了。哎，你拿藤真就好了。靠杯，我忘记有藤真了，那你拿藤真吧。绝对组合，又是刷篮板的机会了。账号减一，确实没事哦。虎藤会想玩集训鱼柱吗？干，我看集训鱼柱，我觉得妈的他没有很强哎、欸。你们不会觉得他没有很强吗？那个大招差多了、哦，老鱼的大招数一数二强势的。这个你给一个防守强的人玩鱼柱，他的大招基本不会空的情况下，一定可以锁住一个球权，那个很香哎、欸，而且那个是不用担心地板球。你说光阴长谷川那个盖下来都还要再拼地板球，鱼柱那个就是抓就是一个球权这样。那我不搞老鱼进阶啊，可能会太强，太强了。对啊，老鱼进阶，老鱼进阶太强。进阶的话，因为你的卡是那个啊，他只要变快，这只是根本无敌。我火锅强，然后什么都强。被卡死了，老板。洗能量时间到了，对了对了，铁一点就对了。应该说原本的鱼柱的火锅跟篮板就不差，所以没事没事，拼篮板就是这么强悍。干！我要按大招没按到，我的不是我跑太深了，跑太深了。我以为刚刚那是你的。对啊，那是我的啊，一定是我的。但是我按大就跑到那个不能按大的地方。要去打 Apex 先挂台，好的，拜拜。到了，拼篮板，怎么跟我拼？我是故事的主角哎、欸。哎呦我操，要踩死蓝圈了。高沙大直接拿板，对啊，鱼柱那个卡到还要自己按墙，那为什么不用原本的卡位键去卡住人家就好了？那设计我也是真没懂了，说真的。高沙大也是直接拿篮板，所以我看不懂那集训鱼柱的设计大招啊，找一个球权。哇塞，他也是很自信，那一看就知道要干嘛了。跳了 ，get， 踩死，他这就踩死蓝圈，想不到。有喽，即第二颗控位，好准！上三分是带多少啊？还没带三分吧？直接投，跟三级。哎、欸，我好那个、哦，又进了。他也不是在那个。对啊，啊，突然又好了。对篮板的嗅觉太强了，干！哎，可不可以？被吸走，没事。
认真抢篮板是很可怕的。干啊！我的，这颗我不应该去跟他推的，我该快的。对对对，你的时间也就差不多了。但是我感觉你站的有点太出去，就在这再靠里面一点。所有灌篮类的那种大招有没有？他的点都是在差不多篮筐的正下方，就是差不多就是篮筐正中心的那个位置。所有灌篮类的大招。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叫做这只角色还是很强势。绝对能玩的一只角色。一个小心想要抢。别再说这只不行啦，我都证明给你们看了这只怎么强了，冒烂了都。哎呦，溜进去啦，好帅，这藤真才30几%而已，完成这样下下焦。再一个帝王超，被你快，他被你抄到心态没了。别投降啊！还不够啊！12个，12个。这把我觉得我可以抢到15个的书。别投哦！